你到底相信有鬼有神吗？这个是这样的哦，我在当医生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每次那个病人说他看到东西，我就叫护理师把他换床，换冰层来，是不是？就是这样的哦，鬼神这种东西是这样，有遇到的就有，没有遇到的就没有。所以是这样的哦，这个叫敬天。很不幸啊，到现在为止没有。可能我八字太重，人家说阳刚气太重。我当过17年台大外科加护病房，这个为什么？这是养成科学跟所有其他界限不一样。因为我看太多生理事，所以变成这个性变得怪怪的。所以这样来哦，尽力了，心存善念，尽力而为。我有去登记就是有选，没有登记就是没选，不要紧张。其他人很紧张。活该，活该，活该。我从来不做那种浪费生命的事，你何必浪费生命？是不是？那如果问你说，那这个开刀之后存活的几率有多少？哦，啊，就这样的哦。但我们会跟他讲，我们还是有精确的估计嘛。我们大概还是跟他讲。不过是这样的哦，对 population 统计有意义，对 individual 没有意义。这是人生最悲哀的地方。你听他意思不？所以他是讲哦，能够作为没有感情的人，对，不容易，很可怜。这就当年为什么叶克膜我的胜率最高。因为我是亚斯伯格症，我可以理智的思考，实际上做不到，很难。所以这样呢，这个作为人类的悲哀嘛，这个我还在研究，你知道，为什么人有感情？这有趣的题目我还没想出来，我无法用热力学的第二定律来解释为什么人？难道人因为人有感情会让热力学的？Driving horse 变大，我还不想，还在想。